拜同一位真神。在牧师还没证道之前，今天有一个小组要来献诗，这个小组是年轻有活力的小组，他们的生命如同活泉涌流。活泉小组今天要来为我们献诗，他们要献的诗歌是尾声之歌。
得着奖赏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努力所追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叫做天上的窗户。请我们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，请你打开创世纪